你好，下午的4:32，今天2021年的1月2号，星期六，周休二日啊，连假三天的第二天，我们环球邮报的台北新闻的读者们，539的会员们，大家要午安了啊！社长正在国宾戏院对面准备穿戴相，买个晚餐回去啊。啊，准备4:15过去，0915008814，0915008814。所谓鱼帮水，水帮鱼，鱼帮水，水帮鱼。社长是很诚恳的告诉你，你来社长这边帮你赚钱，万一你输了，社长会借钱给你的。社长是个很厚道的人，也借过很多钱给别人，别人从来没有还给我。他不在钱，不在钱那是最好。为什么？赌博总是坏的。但是有赢钱的，听社长的话，非常感谢他们，希望今年继续努力的配合。台北天气寒流来了，寒冷，晚上非常寒冷，等我要早点回去。好，这就是今天啊，台北的观察啊，台北观察，鱼帮水，水帮鱼。